主动泵，电源插头，电源插头，插在机身下面三角插座上面，通讯线，留好，固定好。然后胶管安装方式，你看，把它打开，往上扳住，压住 ，OK。这个振动盘连接线控制器，对准口。插入第一个，第二个电源线，对准口。啊，固定上的225伏电源，三角插头。外盖振动盘，振动盘连接线。这边，振动盘连接线。插入控制器上面端口，可以，没紧。电源插座线，插下面，固定好。电源插头插入机箱上面225伏插座。好。你这个名字吧，对。检查是否有气压，气压表。是否在0.7公斤以上？最后打开电源，查看主动泵是否有电源，振动盘是否有电源。在主动泵后面有一个开关，电源开关，啊，把它按。当所有准备好之后，点击进入中文界面跟英文界面。啊，英文界面，产量，当前产量跟设置的产量，当前产量等于设置的产量时。机器会自动停机，然后下一步，啊，手动操作。手动操作呢，是指设备的每一个动作。上面是进料，啊。再点一下关闭，出料电机点一下，好，再点一下关闭，转盘，当在移动转盘时，所有的要检查所有的工位是否在原点上面。然后再点一下转一格，啊，下面这里是灌装工位，
这一块是蠕动泵，调节蠕动泵的装置。下面是设备动作，定位。下压。这个是灌装。单循环是指前面三个动作连续进行。那个灌装是不是？那应该把个瓶子放在那里嘛，这个就太没感觉了吧？也，怎么还不瓶子？下一页，内塞与外盖一样，定位。下压下压了两个了。这个电池还是下压了几个。单循环一样，前面两个连续动作作为调机适用。外盖跟锁盖跟前面是一样的。蠕动泵速度调节，灌装量，这个灌装量呢是根据蠕动泵部件里面的脉冲量来设定我们的灌装量，它的转动一圈的话是10000个脉冲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只转了一圈蠕动泵。快，先放一下，先。针头上升延时是指当在制动的时候，灌装完成之后，针头延时提起的一个动作。静频感应延时是指这个感应器检测到瓶子之后延时进行下一步动作。内盖下压延时是指内塞下压到位，也就是上到位之后延时压住瓶子，然后再上升。指挥机就可以了，它是用外盖延时下压延时上升，就是说跟内塞是一样的。是指这个灌锁盖时间，指当锁盖电机压住瓶子的时候旋转的时间。工位选择在制动的时候，四个工位必须要把它打开，如果说呈这种关闭状态，那么它在制动的时候它整个工位将不会动作。静频检测开关，检测到瓶子之后分量，没有检测到瓶子的时候灯熄灭。这个是内塞是否瓶子是否有上内塞检测，当如果这里内塞没有上去之后，它没有检测到内塞，即工位瓶子检测开关。有瓶子的时候它的检测器会亮。当没瓶子的时候，它没有检测到整个灌装工位将不会动作。
哈哈哈哈。